其实狼比你想的温柔许多，狼王的更替是你情我愿。对于弱小和残疾的狼，狼群会自觉进行教导和赡养。一般情况下，狼群不会放弃任何一只狼，他们大部分有着共同的父母。有些狼喜欢独自流浪，远离族群，与另外一只异性独狼重新组建狼群。他们居无定所，在领地中不断巡视，共同捕猎，分工教育，把凶狠留给敌人，把温柔落在族群，才是狼真正吸引人的地方。抖音。